现在事情都这样了，怪谁有用吗？能改变什么呢？阿香。阿仙，你累了。不，我不累，我还要看书。书里面一定要记载重新结丹的方法。只是这里的书真的太少了，要是在云深不知处该多好。啊，不对，云深不知处被烧了。骨气都没了，还有谁可以帮我？蓝湛，蓝湛一定会帮我的，师姐。阿信，阿信，你过来。阿信，你很累了，你得休息。我不想等阿成醒过来，你再倒下了。师姐，也许真的都是我的错。你说什么？也许真的像于夫人说的那样，一切都怪我。我怪你什么呢？被杀吗？将士灭门吗？阿成失去金丹吗？现在事情都这样了，怪谁有用吗？能改变什么呢？阿仙，爹娘已经走了，阿成他有病了。现在只有靠自己了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真的不能连你也失去了，那我就真的只是一个人了。莲花坞的，你忘了吗？